我是管事小凤。今天呢，我姐呢叫我不用煮饭了，也不用煮菜了，来她家里面吃饭。说真的，好久好久啊没这个待遇了。可能啊，她是看着我干活太辛苦了，太累了，所以说啊叫我不用做饭了，去她家吃饭，去就去了，我也懒得做饭，一个人。走，现在出发去她家。到我姐家了，看到没有？这里啊，就是我姐家的稻谷，金灿灿的。前面那里打好包的是昨天晚上我跟她婆婆打的，然后呢今天早上啊他们又去把这个稻谷啊收回来了，割回来了。现在到我姐家了，几个菜大姐？就这么多个菜，你看到没？就这么多个菜，你想多少个？有鱼，有虾，有豆腐。我姐叫我过来吃饭，这个菜色可以。哎呀，这个菜可以啊，这个是我最爱吃的，这个鱼，这个虾也是我最爱吃的。你干嘛？啊？多美味！麻烦吃饭啦、啊。吃什么吃？你不是叫我过来吃饭吗？我叫你过来问你件事，吃什么吃？没吃过饭？什么事啊？那个小勇来啊？没有啊，没来啊。你怎么那么好看？我今天回去老爸那里打扫卫生啦。打扫卫生要成这样吗？天气热啊，这几天天气这么热。你动我的腿穿多少片了，你还天气热，你看。对呀、啊、你是不是这里不正常啊？你还不正常，我跟你说你肯定是不正常，穿这个样子。我穿这个样子，你穿那个样子，穿两件你不热吗？我跟你走出去可能应该都是你不正常。不可能。快点说是不是小勇来了？都说没有来了。我又被我姐赶出来了，本来呢是说叫我去她家吃饭的，结果啊她呢知道小勇过来了很生气，瞒不过去了，真的是我都跟她说了小勇没有过来，但呢她听我大嫂说啊，我大嫂说看到小勇过来了，所以说啊她呢知道了很生气，今晚呢、啊、我饭也没吃成，又被她轰出来了。我就说嘛，我姐呢怎么可能对我这么好，有这么好的待遇，就说叫我过去吃饭了、啊、结果没想到啊是问小勇的事情，我就知道没有这么好的事，早知道这样我又不过来了，真的是每次过来呀、啊、都没有我想象中的这么好。哎呀，说真的这个小勇啊待在这里啊真不是个办法，我姐呢老是为难他，为难他就算了，连我呢
都遭那个遭殃。现在真的好迷茫啊！哎呀，不说了不说了，没吃饭，没吃到饭，我回去自己煮吧，煮面条吃吧，不然的话不可能不吃饭，是不是？虽然说他不给我吃，但我呢，还是回我那个大山里面煮面条吃吧。我不可能不吃饭，是不是？不吃饭的话会饿的。早知道这样，说真的，我就不过来了，气死了，真的是每次都是这样。